西装礼仪，领带长度因为与关于西装礼仪，领带长度在肚脐左右还是肚脐上三指处是最合适的？肚脐左右，肚脐上的三指的话在这儿比较可爱，短了太短，比较可爱，比较可爱啊。下次你的男朋友如果结的比这个长的话，我就笑了。首先要先有男朋友，对，啊，不聊这个，算了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上三指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